他呀，他是小机灵。哎呦，那肯定是赫尔啊，赫尔。机灵王。赫机灵，赫机灵。机灵王。但是凭什么穿我们粉丝的袜子啊？我们爱粉丝的人真看不惯这种人，攻击性一点都不强。一个字，是不是？该压圈了，该压圈了。因为你在装可爱嘛，穿粉丝袜子。你行吧？正常人只会把粉丝袜子穿腿上啊。在套头上。怎么了？你掉哪？套头上啊，头上。怎么这年头了，还有人穿袜子啊？我们都是。光脚上脚上穿鞋的呀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真有人穿粉色袜子的呀？不喜勿喷，但我真的觉得不好看。这个厉害，成都人这个袜子，上下穿的粉色袜子，一看就是那种廉价货。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，我觉得，袜子虽然好看，但是搭配上不是很好看。我客观评价，宋亚轩真的不适合穿这个东西。是我没有审美吗？怎么看见夸奖了？不懂大家为什么都说好看。我觉得就是宋亚轩跟粉色。你输了。张真源从走进这个房间开始，就在散发可爱的魅力了。不是，我都想反驳你，我不是走可爱挂的。这算吗？陈杰都多少岁了还可爱的？张真源是只有走进这个房间才可爱吗？在我们心中他不是一直都很可爱吗？你这不是杠啊？我这是杠啊。你彩虹屁。我没有啊，我是作为喜欢他的。不行，换一个。那一方啊，是吗？张真源和可爱这两个字根本不搭边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对可爱有什么误解吗？可以，很巧。尚轩不是他们团里最可爱的吗？打死你！倒计时了的，又唱不出来了。我还不能攻击张哥，没事，你攻击呗，没关系。啊！张真源纯攻击啊！你杠！张真源可爱，但是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一点可爱的物品，就看到一个。啥呀？你这是什么硬杠？我不知道怎么杠。这是硬找我。我不会杠精。我觉得不算。算不算。Oh no！ 给我一次机会。听小贺了。那算吧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有是吧？三轩不是他们团里最可爱的吗？谢谢小贺。这也算可爱，我有个朋友，那也才叫可爱啊。天哪，我被吓一跳，这也叫可爱吗？现在的可爱是用这种标准来评判的吗？张哥确实挺可爱的，不站在人的立场的话。对不起张哥，如果闭着眼的话，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。完了，该我了。说实话，他这可爱的有点太刻意了吧？我觉得他可爱都是装出来的。倒计时啊，倒计时了。最讨厌可爱的人了，我要捶他一顿。就这？也算也算个。我最喜欢这样可爱的人。Yes。耶。各地推荐的美食真的都很好吃哎，他真的有眼光。何姐，你推荐的美食也算美食吗？我觉得。那眼光还不如他们团里那个小宋。贺峻霖是失去味蕾了吗？我的天哪！不是，他是真的会吃饭吗？我有个朋友都去吃过，都说那些很难吃哎。我觉得张真源吃的那个才是好吃的。不是，他舌头是长眼睛上的吧？看到什么好吃就觉得好吃了。啊，贺峻霖是谁？是那个什么蛋条吗？真的可以播吗？蛋条可以，蛋条可以。不太妥当吗？你们这些水滴少刷点行吗？是挺好吃的。多少钱一条啊，小哥哥？
啥东西？多少钱一条？刷评论啊！熊大表情包。啊！熊表情包。真的表情包。表情包可以用。没有表情包用啊！功力少一大半。我觉得还是宋亚轩的推荐的好。又来，你不是？当然我不站队啊，我不站队。我感觉我自己在家里都能做出来。哦，我想想，他吃的一定是菜吧？爱因斯坦。我。啊！好难啊！但我这没了，你再说一个。爱因斯坦，告诉他，他是思考状吗？不是那个爱因斯坦，他吃的一定是菜。今天老板来公司之后，把地拖得干干净净，你们走路可要小心一点。天哪，居然拖地！万一有人摔倒了怎么办？老板这么闲吗？所以一定是老板拖了地，我们才要小心一点。哎呀，老板居然亲自拖地呢，好感动啊！你是阴阳怪气吧？是不是老板在家里拖地没拖够啊？还跑来公司拖地？他一定是气管炎吧？我不只针对任何一个老板啊。气管炎，气管炎，你自己理解吧。你来拖地，你不如给我们涨点工资。哦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干干净净的地板？我不信。赢了，赢了。这老板这么轻松吗？给我来当吧，我能拖一天地。别作秀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在这儿摆拍，有二十个员工给你拖的呢？帮我把我家里也拖拖的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爬着进去啊？我不一定要走路啊。不爱惜员工的这个公司，可别来！哎，完了，不行不行，耶耶！我说刘土豆是最可爱的宠物，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意见吧？我先，我觉得不如鼠标。你呢？这样说，那我就不活如不安。我一会儿开始。刘土豆是谁？是个人吗？刘土豆为什么姓刘啊？他不能姓张吗？不能姓兔吗？不是真有叫土豆的吗？我们那儿都叫洋芋。根本就是在玩火呀，兄弟！我觉得还有比他更不可爱的。不是，我都想好了，你。也不服了、啊，可是我想做惩罚。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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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我就两个。你早说嘛！啊！我不要。想要，你要。邀请一位幸运队友合作表演笑话小猫视频。动物可爱三连拍，模仿兔子、小猫咪、小猪拍照。来，我跟你 Q 流程，亚轩。开心，他害羞。亚轩，兔子来了，兔子，小兔子，乖乖把门开开，妈妈回来，你就是乖乖。下一个呢？猫咪，小猫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喵喵喵喵喵喵，牛逼啊！快舔，快舔，学会不会？快舔，他是天生的，来来来，让他教你，不会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还有啥？还有小猪猪，鸡鸡波通达林做英雄。我被霸凌了，校霸抽了我800个嘴巴，但是我不服。放学我把他约在了小花园，他又抽了我800个嘴巴，我服了。发生什么？什么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那个小花园啊！别要我，别要我，我表演两次了。你不知道我是单血大师吗？你快自己选吧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别找我，别找我，别找我。我来吧，那我的那个，来，我的那个，后面那个降下去了，你升起来，你升起来。天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。耶！好搞笑。什么？哦，周华健。哦，周华健。你来吧，周华传。贵妃，快给我端杯酒来。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。
这是《甄嬛传》吗？《甄嬛传》，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。来人啊，赐他五十大板，绝对有。你这个哪个里面没有啊？给我扎他！我知道了，这是我的孩子。这个你是啥呀？皇上，不要啊！啊，皇后啊！臣妾做不到。不是，你别说了。不是，他不是说了两个梗，你不算啊。甄嬛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知道。皇上，给我点钱吧。他是什么东西？武林外传啊，或雪花者，或葵花点穴者。你们雪花点魁首的来了。老婆，我要吃鱼了。你们这个，你可操心了。这是狂飙的，这是狂飙的呀。啊！你们几个慢慢玩，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没有几个啊？有，就是那个他遇到了几个年轻人的那场戏。是不是你们几个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我先走了哈，你们慢慢吃。我养了这么多人，花了这么多钱，花了这么多钱养出来这么多人，是吧？无忧啊，那个啊，说节哀有什么用，要让别人也节哀。扎吧，我先扎的吧，我还有动作。四飞，你的眼睛都看到了。我知道，你满呢，那我就溢出来了。来，尔康，把药喝了。紫薇，你的眼睛未应诺。那他是哪儿的？《延禧攻略》的。什么？你又说什么了？你是收题？不是，我跟马嘉祺、龙丸演的。我真服了。什么呀？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什么玩意儿啊！把老子的意大利炮拿过来！知道，学习学个屁！有那句话绝对有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。无不良影响啊，无良不良引导。完了！哦，那个老娘的意，不消停，我揍你！老子的意大利炮，我说了，你真是个天才！哇，李云龙，不是。啊！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这个，那个，我想把这玩意儿拿出去呢。啊，小选一个，我一个。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。这个不算吧？这不算是。刘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编是吧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狂野男孩。妈妈，狂野男孩又来了。我叫夏雨。我叫夏冰雹。我叫夏冬。我叫夏冰雹。给我好不好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我知道北京爱情故事，你能不能换成北京爱情故事？哎呀，这个。不会动作，那我做完了啊，我先做的。我看过一两集，但是我给忘了，换一个吧。情深深雨蒙蒙，尔康。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，一品。品如。杨品。平菇。香菇。和生还。没有回家的诱惑吗？要和生还吗？何书桓，何书桓，你好漂亮。我记得他们的关系很乱的。何书桓是漂亮的。你不要告诉我是女生男生。这是我的乳品的孩子。没看过，让我来问一下。没看过。江直树，你好帅呀、啊！是不是这个？江直树，我和你一起去植树造林。江直树，怎么了，宝贝？快亲我，好吧。有这句话吗？没看过《恶作剧之吻》啊！啊，植树，我摔倒了。植树，快吻我！我是 F 班的终极一班。喜羊羊
我要回来了，熊大又来啃，哦不，熊大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啊，飞扬，你真羞辱我，没关系啊，男孩子这样才叫豪迈呢。啊，还有太冷，平底锅那个，打平底锅。我爱平底锅，不是我先说平底锅，我不要跟他一个锅，这是美羊羊说的话。还有、那个、还有那个。感情才是这个是僵尸啊！哦，对对对，哦，画个圈圈诅咒你，画个圈圈诅咒你啊！是哈，让我想想啊，想想，电影算吗？双锅合璧，天下无敌。什么玩意儿？干啥？好了好了，计时开始，开始。藏哪儿都行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看到的。快救我，张远！张远，你去干嘛？你来干嘛？刚刚请加入战斗。不是张远就在你左边，你为什么去？那我操！你干嘛？你我来了！哎，找到了！哎呀，我打冰淇淋，吃冰淇淋啊！找到了！你别找到你。谁把我衣服扒了？全都在你肚子里。啊！抽筋了，抽筋了。你们干嘛呀？好。我来了，兄弟们！快，你拿他的，你拿他的，你别搞我，他在肚子里。小兔兔，我来了，救我！救我！没有啊！救我！他起来了！啊，莫娜，胸口！啊，他怎么这么多层衣服啊？快，快伸进去！拿到一个，拿到一个。哪儿呢？那是他的吗？来呀来呀，小宋！整个你在哪儿啊？知道我藏哪儿的吗，小宋？哦，好痛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事儿。找了，找了，找了，休息一下。老师们往里去，这边未来都有桌子。一个，一个了。两个。好狗啊你！你抠里边怎么弄啊？三个，一共四个。哎，四个，我的四个，我的四个看到了。现在不能算吗？四个。你又四个了，嗯，你抢了谁了？快点连连啊！啊，他一个。哦，他凭什么超过我呀？我最后一轮啊！哦，我最后一轮跟你一样的分啊！我以为我只有三分呢。想想，哦，我知道了，《还珠格格》那几个。其实最后一个游戏是我送的，我觉得我怕差距太大了。小宋多少分？十一分，我再送你一个球，你都没我分多。小铃铛，你在干嘛呀？你在康复训练吗？我不知道咋跳，你看看别人，我把这个送给你。
我也不会，上天赋强。我不要小灵通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吧？向我走，向你看。你跳这个吧，我跳水手舞就行了。不是一块啊？哎，我不想跳这个。快点，好姐妹。Thank you.